请问，对，那次开一个正宗好球，对，有一点信心，今天想多用力一点，不好意思。不一样，那天灯光就弄得很暗，只有中间好像，那个球场都消失了，所以感觉很轻松。就这样投，那时候也没有多想。那今天有很多的媒体啊，有很多的灯光，有很多的还有访问啊，这些就心理压力比较大一点，就都很高兴啦，参加盛会都很高兴。对对对，有看过，小时候，后来就没有。台球站在正中间是第一次，对。啊，他们教我的说这样，大家有机会拍照，然后样子比较帅一点，就想太多。还有吗？职棒我没有说去 follow 很多，那在80跟90年代看了很多美国的职棒这样，那两次都是人家邀请我，没有就故意说我想要支持啊参加啊谁，那富邦邀请我们，他过去对我们金马奖还有很多艺文活动都非常的热心，所以我也很高兴的来这边，那今天这边主场，所以我穿了他们的球衣，希望台湾职棒每家都赢，这样每队都能够赢。祝台湾职棒好运，这样。台湾的棒球员的这个记者认识熟悉的，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大概都是40年前、30-40年前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的那个少棒起来跟我是同年嘛，我6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拿威廉波特的冠军。所以我住在台南，那时候全台湾都非常的疯棒球，那时候看的非常的多，一直到我念大学当兵的时候，那时候青少棒啊，青棒都起来了，所以就是整个的成长都在看棒球，就是看台湾的棒球，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职棒，我认识我太太，就是说刚刚到美国就去帮青少棒去加油，世界冠军，那时候荣工拿世界冠军，我们加油，我是这样认识我太太的，对，盖瑞城在那个伊利诺盖瑞城我们认识的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台湾长大的，尤其住台南的，我们都很喜欢棒球，职棒抱歉我没有就是发了很多，有时候他们最优秀到美国打我就知道他们，那这边我比较没有看。还没有哎，还没有。喜欢看啦，可是那个棒球电影还没有想过，在美国有很多很好的棒球电影，也很喜欢看。看来你最近都是比较多时间在台湾，那有没有做什么休闲运动？走路啊，然后一些体操，没有很特别的，有的时候会打一打太极拳。很久没有丢了，就今天有点紧张。
明天上飞机这样。可能要到金马奖喽，可能10月、11月吧，通常都是那个时候回来。好吧。棒球跟电影通常会激人心，跟电影怎么样？运动跟电影都常常会激人心，激励人心。那你有没有被哪一场运动赛或哪一个电影运动电影激励过？其实我喜欢看的。像棒球电影是有一个讲小联盟，它不是激励人心的，就是表达文化非常的好，就是表达美国文化，叫 Bo Doran， 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棒球电影。激励人心就普通电影看一看这样。刚才导演说的是你最近是有做些运动啊，那你就比较瘦，那要瘦多少？因为看整个体态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，那你大概有瘦多少？刚才碰到老板，他说比上次看着我瘦了5公斤，我自己没有量，就又瘦了蛮多，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运动，就在家里没有事情，肚子下去了。他们问我说要几号，我就想到麦克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麦克乔丹，他也打过棒球嘛，所以就抽皮一下。然后正好我自己生日也是23号，我就想就利用23号。什么证吗？啊，哲学。有以前有。我记得在 ESPN 有看到他飞扑救球，一个好像是整个月份还是一个礼拜的最佳十大的这一个前几名这样，所以对他一直都有印象。他说，刚刚看你跟林德轩丢球的时候，其实看出来你打棒球看出来你蛮有点子，为了这一次有特别练习。有啊，前几天去跟他们练啊，练的手很酸这样，然后可惜没有丢一个好球，然后很久没有练，因为以前我有肩周炎，所以很久都没有丢球。那次大都会去给他开球以后，到现在有10年了都没有丢，所以前几天他们教我练了一下，还教我那个上场要做那个动作，比较帅一点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